农历新年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节日，亦是一家人珍惜相聚的时刻。很多市民在过年前都会四出办年货，市面洋溢着一片热闹的气氛。你张相好唔好睇啊？我都忙里偷闲，去了上环买海味食材和莲花，同店铺的老板、员工闲话家常。一二三，又趁机同市民提早拜年，互相送上节日的祝福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啊！身体好，好，大家咁话。各位市民，新的一年是猪年，我在呢度恭祝大家事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